哇，真的好恶心哦，但还蛮好奇他的身份呢。你问我在意的是那顾客的身份吗？才不是，谁管他啊？我在意的是他的身份啊。不过就凭这样模糊的影片，说实在我也没把握能不能找得到。但没想到当我一按下搜寻，马上就看到这个跟影片一样通体翠绿的东北鱼蛙。嗯，想不到任务这么快就完成了。人家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我这次刚踏出第一步就走到终点了啊。但我仔细看，这个王八羔子居然有毒啊。我怎么过日子不关你的事。唉，好吧，又要继续找了。不过台湾有关于日本青蛙的资料真的是很少啊，那换成用日文查查看。果然一查就有结果，这只斯莱格尔绿树蛙，它看起来一样是全身绿色，而且它眼睛没有眼线，跟影片对照起来好像更相似了。不过为了保持严谨，我还是把43种日本青蛙都看过一次，基本应该可以确定它大概率是影片的主角了。但这小家伙还挺猛啊，在这种料塞得这么满的杯子里还可以活这么久。你有病。